我住在金山，我来两三年来的嘛，算量九年了。我来快两年还生了小孩，我女儿现在满八岁了。来时候什么都不知道，有时候听不太懂。老公那边啊，很多人对我很好。啊，大哥大嫂啊，二哥二嫂啊，姐姐都跟我很好的。一两次我妹妹啊，她寄一些东西给我，看这个东西我会很想我的家。喜庆啊，她是送来在这里来啊，很麻烦啊。还记得有时候一个礼拜啊，10天啊，我们在这里聚会是更久。我的女儿，以前的幼稚园的老师，现在她都跑来在这里上班了。上一次我来一楼嘛，我要想找一个工作。可是我来那边呢，他们讲，你要工作啊，你要多一点学这个电脑啊，什么什么。我讲，我不知道在哪里教的。他讲，五楼就有啊。一楼是就是就业服务，然后五楼就是我们的那个据点。阮小姐是因为一楼的就业服务小姐介绍上来，后来她就是。说他想学电脑，因为他是从越南过来的，然后很多不懂电脑的资讯啊，然后想来这边询问这样子。之后开机我们不会，什么都不会，我多的是找他麻烦问他。我们学这个是算东西的，还有这个是用上网的。把时候啊要记得就好啊，什么不懂啊，我们问他的注意什么事啊，我们要写记起来啊。我的朋友阿雪啊，他讲啊，电脑里面上网就有看的越南歌啊，看什么都可以啊，越南的。我们是讲什么可能有，后来啊。他讲你不相信，你去打看看你就知道。我来我跟妹妹讲啊，我讲妹妹这个你可以帮我找越南歌吗？我就打越南的东西嘛，就像下载越南歌啊，就打那个越南歌，然后就是慢慢找网页，然后帮他找。我看我的片后来啊，一下就要笑，一下就要哭，他就把。然后他每次看到影片，他就会哭。然后很开心的时候，他就很大笑。然后我就每次看到他哭，我就会觉得很难过。为什么他会在哭？因为他跟家乡离得很远。其实我在旁边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哦，好难过。嫁来台湾，其实也真的很少回去啊。是我的话，我会觉得我的心里应该跟他一样吧。他是，我们呐、啊，美人嘛，明天要嫁出去。后来啊，他晚上嘛，他要跟他妹妹聊天。后来啊，他妹妹讲啊，姐姐你要准备啊，明天你要嫁出去了，爸爸妈妈啊，有我帮你照顾啊，你要不要再担心什么什么这样子啊？所以你听到这首歌，对，很多感触，你会想到，对，想到什么？想到我的家。有看到我们的越南的东西啊，我就有不会有嘛，很想家，是这样子。我讲我们台湾嘛，可以看到他们的东西，我这样子是意思，我不会嘛。没有这个他的东西啊，我每天呢、工作嘛一样会想我们的那边的。他打电话来啊，我问我在哪里，我讲我在学电脑啊。后来啊，我讲我要学上网的。你啊，准备要买电脑啊？姐姐要上给你啊。他讲，我有账号啊。我看到我妹妹很胖。我叫他小猪啊，我讲好像猪哦。后来他跟我讲，姐姐，你呀、这么瘦，我讲哪有那么瘦，你姐姐现在变很漂亮了。
后来两个聊天呢，讲来讲去，我看到他，他看到我，好像他在跟我对面这样子。他会给我们呢，可以上网，还有可以给我联络我们的家。我不知道怎么讲啊，可是我就真的很谢谢他们，就对了。